全军出击。先去查个眼儿。嗯，哎呀呀，这攀身挺吓人啊，这攀身。早已忘记了风的感觉。哎呦，这蓝 buff 不是我的了吗？哎呀，蓝 buff 是我们的了。哎，哎呀，我的蓝 buff。干哈呀这潘森，这潘森干哈呢？致命点烟。哼，我拼雷再拼雷。中呀，抠不中人呐、啊。这家伙，我剩二了，帮你放个地沟油。帮你推波线儿啊。地沟油重口。不是中单吗？哥，那班卡特推波线儿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而且我们三级走到下路正正好好，他俩双三，他俩双二，有多好？地沟油。平 A 重 Q， 这 Q 技能命中率稍微有点差劲。真是个傻子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嘛呀？哎呀，真鸡巴菜呀！蓝脸汉干哈呢？蓝脸汉干哈呢？蓝脸汉，蓝脸汉你在做什么？大家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啊，什么也没发生，就当。等我缓一下啊，等缓一下。这玩的有问题，嗯，问题而且问题非常大，这可不行。我地沟油，平 A， 我地沟油平 A， 平 A。杀锤石，你不点他，他为人点不过你。你卢仙怕什么为人点呢？不要害怕。小破为人还狂。组个地沟油。妈个巴子的，这坑不中。我在阴影中看见了你。低沟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那地沟油平 A， 我重 Q， 地沟油，
哎，这锤石这个扣能没中？为啥呀？哎呦我操了，白送人头没拿着。哎，而且这卢仙真是个笨命，技能都不会甩。重扣呀，来，哎，地沟油，回家，来个遗失的章节。你中过口没中过，所以我主 W 啊，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我地沟油。算了，你自己垫吧，我不给你垫了。这围阴，不过这围阴是真不好中，这围阴。慢慢摸吧，地沟油。军战呢？其实我觉得刚才那边能打过，即使那锤石勾，他也能打得过。只不过这莫甘娜的英雄确实是没有什么。看看人家，还看看人，看谁呀？看这卢仙呢？我操他妈！我是这卢仙，我把他三个都杀了，还看看这卢仙。你让我看谁都行，别让我看那卢仙。他打完辅助打 AD， 我也不上去 Q 了，让他自己玩的嘛，俺们就慢慢耗。慢慢地沟油吧，给我杀着围阴行不行？能不能杀着围阴？哎呦我操！我盯没盯出来。你说他笨不笨逼？你他妈的俩残血，他在这往后边待着。你说，这蜘蛛这波能没杀了？生死的循环重新开始了。你说他笨不笨逼？
而我走的是自己的血你跟我往前上啊！你这你他妈站在后边，哎，你站那么后边干嘛？啥呀，兄弟？你至于站这么后面吗？他好怕呀，我都不知道他怕啥。不行了，我得拿人头了，我不能再上去帮他先手了。关键他们家是个围阴，我不去先手的围阴，我还跟他和平发育啊，咱也不是那个事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瞧瞧，那维恩上来点我吧，那锤石钩也交了，他就在那瞅着。哎呀，我他妈的，我还得上去先手他们。你干啥呢？谢谢佳敏的飞机儿。差60块钱怎么办？不要了，生气了，眼石不要了。我要吃冰了。呀，中单咋零杠七了？无论是锁链还是翅膀，我们都有各自的束缚。你滚犊子吧！你别让我下去了，我瞅你就来气。闭嘴，别跟我说话。
我不想听见你说话，行不行？我不想听见你说话，给我闭嘴。下界来个沙漏。都有小心蜘蛛啊，又插了个眼。可以杀蜘蛛，给盾，死。这潘森挺骚啊，先把潘森杀了，来，重 Q， 漂亮，撤，蒙多。个笨逼！哎，我操！这卡特太勇猛了，太神勇了！你俩这都能让蒙多给双杀了？你好猛！你好猛！我只能说你好猛。哇，我们家这卡特太勇猛了，卡特太猛了，一勾油。锤石，我的美甲切魂卷！哎呀，我操！这锤石闪现致命点炎，妈荡负二连！我的美甲切魂卷呢？谁点的投降啊？卢仙吗？啊，卢仙，我不投，我折磨他。低沟油，
我操了！我赵信哥，赵信，我告诉你，这把我必让你赢下。但灵魂却在飞翔。啊！我必让你赢下，赵信。我话给你放在这里，信哥，你这个蓝 buff 给的我，让我直接燃起了希望啊！低沟油。俺们家瑞文装备其实还可以啊，低沟油，还行，没人。哎，为啥低沟油没放出来呀？操！你砍死了我操，平 A 流瑞文，没关系，虽然我们打输了，但是对面吧也就剩两个人，一个上单一辅助，没有事儿。法抓棒配猫子，生死的循环重新开始。我们的人头正在渐渐的往回往搬啊，往回里面搬，别着急，这把必将拿下。现在就是唯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眼儿，这个视野其实比较重要。我有点想买回原来的眼石，还好。你看，没有视野，视野太差了。是从不会抛弃你的地方。自己也需要进化。地图太黑了。这个还不能换，如果正面团战的话是没有问题。啊，这锤石干啥呢？我操，信哥给套断这个小兵，我真是操了！谁家小兵？死！哎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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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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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不打大龙，他就翻不了，知道吧？打大龙来，吃口屎来！来扫一扫，没有视野，给信哥扛一扛。直接打来，翻盘了。拿下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眼石真的是太重要了，给他买回来，这个眼石。把这眼石给买回来。这眼石不要，我们根本赢不了。他们家这蜘蛛锤石这种英雄，你没有视野，你跟对面玩什么？怎么玩？对面开图跟你打，我们怎么跟对面打？给他们了，不要了。这种视野这种东西是必须得有的。我才知道呀！啊，我才知道，行不行？我才知道，中，
维恩没死，这维恩没死不行啊，没有人打维恩呢。四个人投降了，聚聚吧，那加一把吧，聚聚了。信哥鲁莽了，鲁莽了，鲁莽了。这波我得扣中维恩啥的，咱上还行。这确实是鲁莽了啊，鲁莽了，信哥。没办法，信哥。